亲爱的文，不好意思，这里选一个房子。我们正在打一个情缘副本。是有一个小问题，刚才购买一次这个次数，然后再挑战一次。我们今天是元宵节，首先是今天是元宵节啊，那祝大家吃这个汤圆吃得开心。然后我这个今天是2月8号，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是2月11或者12号了，算是有个迟来的祝福吧。然后我们这个等级升到了301级，这个是为什么？给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刚才差不多我录了30分钟的这个视频，结果发现忘记点那个开始录制了，这个应该是我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失误，我很少会这样子。呀，不管它，这个确实失误了。然后我和大家说一下刚才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刚才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个抽奖抽完了，就是这个幸运寻宝抽完了。幸运寻宝抽完之后，这个抽了750次，然后咱们还做了一些升级，各种各样的升级。然后这个坐骑的话是把这个幻化升了一下，去把这个萌萌绅士升到了8阶。这个萌萌绅士它十阶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特效，就是受攻击时有5%的概率释放出一个护盾，吸收最大生命值10%的伤害。这个的话相当于是打 boss 的时候，就相当于是每隔一段时间，大概是也就是10几20秒的话，它就会释放一个这个护盾，相当于是增加10%的血量，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因为我们这个坐骑榜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我们就给这里面的这些幻化升级，这样的话会更划算一些。然后这些所有的坐骑，这几个坐骑里面最值得升级的就是这个萌萌绅士。然后精灵榜，精灵因为给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精灵进阶单，咱都使用了，然后就提高上来很多这个星级。我们现在这个排行榜应该是很高了，我们看一下精灵的排行榜是7阶8星，非常的高。原先我们是7阶4星来着，结果比这个人还高了三星，这个其实挺恐怖的。然后我们刚才默契选择选戒指，然后刚才买了一个这个至尊宝钻。至尊绑钻的福袋就是用钻石去换这个绑钻。好，这里小枪也买了一次次数，然后我们开始再挑战一次，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学员副本了。哇，今天实在太可惜了，那半小时特别精彩的半小时，各种抽奖抽，结果还错过了，有点可惜。然后充值的话到了300级可以领取1500的这个绑钻，挺好的。然后福利的话，今天已经把这个登录礼包做了，然后 VIP 礼包，剩余零分已错过，这是什么鬼？哇，这已经错过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今天忘记去领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1、2、3，啊，这是1小时前的，这一小时前的，我刚才升级的时候我就应该去领的，我忘记了，我在这儿慢磨的，结果少了6个天罡和2个4级宝石，其实还好，没有特别厉害。然后 VIP 礼包也没有了，这又是2个4级的宝石，我靠，这个失误大了。我还在吹牛聊天呢，刚才吹了好半天的牛，天哪，怎么诸事不顺。然后寻宝的话，现在给了挺好的东西，给了2个紫星诛仙，这个紫星诛�仙一个差不多价值300-400块钱吧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都抽到了紫星诛仙。然后由于我是在300级之后抽的这个星级装备，他给了很多2星的星级装备，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合成。你看这里都是2星的星级装备，都是9阶的，我很需要。然后这个福袋是20块钱的钻石买的，他就给很多的绑钻，就是给40到60的给400到600的绑钻吧。然后你看我这儿买了10个，刚才开了7个的，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是给了692，然后最后一个给了620，很棒。我的绑钻现在就从17000到了25000，之前本来是17000的。然后这个洋洋宝宝可以升级了呀，给它升级一下，这个后面升级好难啊。信物的话也可以升级了，这个升级之后是加这个百分比，还是挺给力的，不过也就是加1000多了，这个也没有那么给力。然后我们刚才是最主要是打了这个星空副本，然后到了300级之后，我们一共是打了3次的这个星空副本。哎，这里选择这个钻戒，稍等一下，星空副本是这样子的，星空副本不是有个 CD 吗？到了300级之后就没有 CD 了，就是这里这个合并次数，把2次，我们是前2次打的是单倍，然后最后2次是双倍。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是
忘记这个背包里面还有一个要选的这个经验小恶魔，少了一些经验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然后接下来56的话，我就带他去打一下诛仙血阵吗？我们世界海化找一个人吧，然后去打一下这个诛仙血阵。哎，有人进入队伍了，我们就开始诛仙血阵打一次之后，我们就参加这个婚礼。现在 BOSS 都还没有来得及打，简直就是我们的空窗期啊。然后再看一下，哇，然后开服庆典，这里兑换一下。哦，这个礼不够了，稍等一下，我还拿去卖来着，结果我自己的都不够。这个礼包我在市场上找一下，这个礼的话下架，然后去邮件里领取一下。哎，没有吗？哦，已经回来了，5个礼包，来兑换两次，开服超级礼盒，坐骑之魂，雅琴的内，限定的那4个没有拿到，好吃亏啊。然后这个寻宝先不寻，我想想，我们这里变强的话，我做了很多事情了，但是，然后我们这个战力之前是440万的，然后提升到了479万，提升的非常快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然后装备合成，我们去合成9阶装备吧。然后9阶装备其实有很多可以合成的，你看有那么多9阶装备，我们看一下背包里，这个装备，这个头。腿都可以，哎，这个经验的清单可以吃一下。我觉得从明天开始，我们的等级应该就是第一了。今天还差一点，哦，今天就是大意了。其实今天，就真的是我大意了，不然我肯定能拿到。然后婚宴还差一分多钟，再打一次。OK， 再打一次，然后我们去参加婚宴。然后邮件，包裹空间不足啊，这些装备都是垃圾装备。然后。还有那个元宵节的礼物，他给了一些经验单，然后我吃掉了，然后又升了一级，反正这个等级到了300级左右，越来越难升。然后和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个等级的话，没有用这里的这个8个星空卷轴，因为这8个星空卷轴，我希望等到300级之后能够一次性打完，就是合并次数打完，因为合并次数打完的话，加上三倍的经验药水，是非常非常给力，非常非常划算的。然后这里这个宝石礼盒。我们看一下，哎呀，这是很挫的宝石礼盒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装备，一个是战腿，一个是战靴，我们先合成一下。战腿在这儿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哎，9级战腿，然后再来一个战靴。我感觉我合装备的运气其实挺好的，它70%的成功率，我基本上成功率比这高很多，然后487万了，好夸张。但是我还有好多装备，我看一下，9阶，其实可以来个武器的，然后经验金丹，然后现在就去参加一下这个宴会。哎，刚好，宴会刚刚过了10秒钟，来参加一下。哇，一会儿可以讲讲我们的昨天的好多发现啊，我们一会儿讲，先把这个升级完。装备强化的话，400万金币是这样的，我们把这个海战。他这里上交2000万的金币，上交一下，然后做一下修复，加了5000，然后这两个到时候我自己去收集一下好了。然后这里如果全部都收集完了之后，记得点这里的这个装甲加固，就点这里，然后他才能到下一级，要把这个扬帆起航也做完之后，才能去围剿这个海盗。那过程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周一狂欢我们其实领取了2个，还有一个是就是回流到了可以领取，这个是领取了3个券，到了周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抽奖。然后海战的话，它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。商城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买的，这里全部都没有了。然后荣誉商店也没有我想要的，探玄令也没有，宝钻没有。好的，先这样子。然后暗器我们去升下级，好像素材不够，一会儿我们再去打，带这个小江去打一下我们的这个猎场。好心疼，先婚宴吗？对的。他心疼他的这个绑钻，因为他去清那个 CD 去了。包裹空间不足，包裹空间真的有问题。我们先把这个强化完吧，这个我要所有的都变成9阶，7学战腕，我线下吧搞一个这个9阶的战腕，然后再搞一个9阶的战功。9阶的战腕，先搞一个战功吧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啊，只够搞一个这个战功了。OK， 装上，
但是装了这个九阶的这个战功好像没什么加成，好奇怪啊，没什么加成。然后八阶装备这里还有一个，七阶装备这里还有一个，把这两个替换成九，替换成九阶就圆满了。我们这里的这个九阶装备，这个是不是我们职业的？这个可以去，到时候可以去卖掉，这里到时候放到仓库里面去吧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八阶的装备，八阶装备其实我不要的，我可以拿去卖。然后七阶装备也可以把它卖了呀，七阶装备到时候可以把这个卖了。八阶战功，八阶战功上架一下吧，我们卖个40块钱，40块钱我觉得肯定值。九阶装备这个打差的这个九阶装备就用不了，现在卖九阶装备应该没什么人买，这个比较烦人。我看一下这里升下级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副本已经全部打完了。然后背包里今天还开了两个孔位，其他的吞食吧，一星的黄色就不要了，就全都吞食。然后去邮件里领取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聊天环节了，稍等一下，先把神器喂养一下。10个加了30000，12个加了36000，不错不错。吸宠的话喂养2个，精灵的话喂养1个，这个就差一点点，这个就买4个吧，因为买4个就可以升一级了。然后合成星空通行证，合成一下神域通行证，合成1个。然后玫瑰的话，90周的玫瑰合成4个。宝石的话，我们因为今天抽了750次，所以又有一些2级、3级、4级、5级的红宝石，我们强化一下。我们先合到5级宝石，然后再把蓝宝石也合成一下。哇，这是拜把兄弟，哇，这是两个 gay 啊，不是，可能不是 gay 了，就是两个汉子在这儿，哇，有意思。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男男的婚礼，我清茶，就是今日在此结义，义结金兰，此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同心协力，生死与共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有意思啊，皇天后土共建此心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合成宝石。OK， 然后我们去把宝石强化一下。来，这个5阶的全部升到6阶。哦，这个有空位，这个到时候，哦，这个没有空位。这个七绝仙珠，它是没有8阶的，升不了。然后把这个5级的升一下，然后红宝石就完了。蓝宝石有空位吗？没有，那就直接升，把5级的升到6级。好的，套装的话，地煞套装我们有180个石头，然后这个的话，一个9阶需要223个，238个。然后我们去市场看一下现在的这个价格，蓝套装是2块钱一个，1.9块一个，1.7块一块六，哇，1.6块一个，这个是100块钱，可以买。这个1.6块买一个，我觉得 OK。然后天罡看一下，天罡如果是2块钱以下的，我觉得也可以考虑。我看到有一个18的，这个就一个。如果有15、16的，我就买了。哦，有15的，来来来，买一买。去把15的扫荡一下。哦，这里又有8个。好的，我们也吆喝一下。七绝仙符感不感兴趣？15块钱。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天罡石头，其实挺少的，慢慢来吧。这些8阶、9阶的东西到时候全都要卖出去，换这个钻石的，其实也是一种交换了。然后这吞噬一下，我们开始聊天吧。然后汇报一下昨天的情况。首先我们昨天就只睡了3个小时，但是感觉还行吧。昨天为什么睡3个小时，是因为在渲染的时候必须一个一个渲染，因为我渲染出了一点问题得要盯着，然后我就一边渲染一边打 boss。 昨天就是时间就一直盯着，就没有怎么睡觉。
但是今天状态其实还行，然后今天白天也一直在做视频，今天还剪了一个一小时的这个第二天第一集上传了上去。我想一下，反正我是觉得我已经很尽力了，大家就不要那么苛责我了。那个视频的话剪的虽然有点慢，但是因为考虑到我要渲染，一边是渲染 B 站，一边是渲染这个油管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视频要去上传到好多的平台，所以就会很有一些慢，请大家见谅。然后昨天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那个李医生，就那个昨天去世的那个前天去世的那个李大夫啊，我觉得即便是国家去查，他说就是查这背后有些什么样的问题，其实也查不出来什么东西。因为最可恶的不是说这个国家政府黑暗，然后让最后那个医生死了让大家都很寒心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就是这个病毒很可恶，他病了好几天了，然后这个各种器官功能一直在不断的衰减，即便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三十四岁的汉子，他也是有概率死亡的，碰巧就撞上了，就是这样。真正可恶的是病毒，而不是国家。我是因为昨天看到很多愤青在说这件事情，大家都因为最后的结果很糟糕，确实最后的结果是一件不得民心、让人大失所望的一件事情。但是，其实我觉得能做的，顶多是说当时没有一个，比如说像是一个国家领导人那样的身份去抢救他，仅此而已。就这一点比较可惜，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到的，就是。国家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他其实作为一个大夫他也有床位，很多武汉的人他都没有床位的，然后他该用的治疗其实也不会差，只是说没有以一个特别高规格的去对待他，然后最后抢救好像还有一些别的失误之类的，反正最后造成舆论挺不好。我希望大家作为我的粉丝能够从中学习，然后冷静思考，然后这个是一点点想法。病毒面前人人平等，哪怕你是一个青壮年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千万这就要注意了。然后这个病毒好像拐点还没有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正常的上课上班，大家就是在家里耐心等候，然后可以多看一下这个视频。当然更新的话我也会更快更了。然后昨天正因为昨天在做这个视频渲染，所以昨天晚上我特别的爽，昨天晚上一直在打390、400、410、430的 boss， 这个是 v6 的 boss， 然后还把 v5 的 boss、 400、410的 boss 打了，这六个 boss 来回打，来回都在打，昨天就打得特别爽。反正我是觉得昨天我差那个人差四级的，然后今天差这个书白，哇，我打等级就一样了，看没，今天在打副本之前我就只差他两级了。我这个就是刻苦努力去打 boss， 包括今天白天也一直在打 boss， 结果就追上来了两级，然后现在彻底追上来了，非常恐怖。把 boss 打 boss 带我，好东西给你，七阶装备卖我一些，我没有七阶了，七阶都处理完了，市场购买成功，这个天罡石全都收取一下。我就说怎么回事 ？OK， 然后买了好多石头，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天罡，哎，已经有十几个了，然后地煞有100多个，这个只能激活一个呀，比如九域战功就只能打造一个238。还要两个才能激活这个特效，还得要苦心费劲的去收集才行。OK， 哎，这个其实还可以做一下合成，对，刚好可以做一下合成。然后道具九朵玫瑰合成一下吧。然后说到这里啊，昨天 iOS 不是登不上去吗 ？iOS 的同学是今天中午11点才登上去的。然后我打副本的时候，原本是想要叫我的那个朋友，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大佬啊。他这里看不着，就这个超爱心，他本来是我本来是昨天要带他打的，但他昨天没有上线，因为他昨天维护之后他就没有上线，昨天他的副本各种等级都没有升，所以这个现在他今天等级升到287级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他没有等我去打今天这个副本，他自己打了，我叫他带，我说我要带他，结果他一直不回我，然后他自己把这个副本打了，所以他是287级。这个我本来想带一下他的，因为他是我一个水友嘛，而且也是我们宗门的，我们盟里的这个顶梁柱，所以我想带一下他。然后咱们盟的话现在的这个门槛还是100万，现在是有31个人，好像走掉了两个，不知道是挖走了还是退友了。然后这个是一天前的12页，
和未出人，这两个可以踢一下。 OK， 反正咱们这个现在门槛就是100万。 OK， 就等大家加入我们啦。这里婚宴的话忘记吃了，吃东西没有吃。然后我教大家一件小事情啊，现在的话是5:14，那还有46分钟就有下一场婚宴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手机和 Siri 说一下，就是 set a timer for 45 minutes。 OK， 5 minutes and counting。 我设置了一个45分钟的闹铃，其实就是计时器吧，其实计时器不是闹铃，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机计时的方式，然后提醒你不要错过每一场婚宴。这样的话我就设置的就是刚好45分钟之后，也就是5:59的时候他提醒我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如果每场宴会都不想错过的话，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。然后这里钻戒提升，宝宝提升，又可以提升宝宝提升，这个是婚宴得到的这个素材应该是。然后300席这个说过了。然后咱们今天12点的时候预约了一个婚礼，就是预约我和江艳丽的这个第二场婚礼。这个两场婚礼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想了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是人是在北京，然后我朋友也是在北京。稍等一下，我这里带小江打下这个副本，朱仙血阵，世界喊喊话，然后叫一个人去打这个朱仙血阵。OK， 就是你去举办两场。我自己在这里，然后我爸妈是在云南，然后我可以以后如果结婚的话是在北京举办一场，然后在云南结婚一场，然后在可能在我老婆那儿她家那边然后再举办一场，就可以举办3场都不过分的。哎，这个蚂蚁没怎么没有进啊，这个应该是小江。 OK， 他来了，一会儿我再带他打下这个暗器的副本。我们 iOS 的用户是这样的， iOS 导致了两个问题， iOS 的问题就是很大，他昨天的活动昨天晚上活动都没有赶上，所以有的人就是失去了很多经验值和提升战力的机会。那游戏的话今天会补发，针对于 iOS 的用户补发一系列的这个补偿，因为我不是 iOS 的用户。哎，有了，但刚才有个红字耶，刚才出来一个红字但是还没有看清就过去了。然后哎，在这儿今天0点会重新结算并发放奖励。 OK， 这个是我们排行榜的异常，这个会结算。我刚好要说的是第二个，就是我们这个排行榜，昨天我们拿到了这个7阶的这个战靴，我们8阶的七星肯定是第一了，因为我们12点前就到8阶七星，而之后过了12点，这个第二名都没有到，第二名才是8阶5星，所以我们肯定是第一，这个我们到时候就拿到了。然后今天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拿到这个第一，我差第二名差了4星，这是很强有力的一个，就是很有竞争实力的一个这么一个排行，他们应该很难很难超过我。也有人入盟，这个副本3次就打完了。 OK， 哎，冰原雪蝶，不是冰原雪蝶，看错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去打暗器吧，暗器组队创建一个房间，这个是过了300级可以打这个神之猎场鬼域给另外一种暗器。然后我们多倍探索，然后刚好是我和小江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就是20块钱打一次，这次就会给一个新的暗器，十分期待哦。然后这里哇，4万战力，至尊大魔王战力还有点低，我们把它全都拒绝吧。神扑我今天打了2个，刚才录制的时候打了2个，结果没有录制上，算了。然后一会儿还可以打一下这个孤月女神，然后这个俗人他是卡 bug 了，那个 bug 已经被修复了，他是卡了 bug， 所以他等级比我高，但是之后我的等级肯定是牢牢的第一。他因为哇，他实力其实也不俗，420万，但反正我就认为他卡 bug 了，我到时候肯定会稳稳的超过他的，就是在等级上面。战力的话是不能虚拟的，它就是等级卡了一个 bug， 但是这个 bug 现在已经被修复了，这个昨天的这个更新就是为了修复这个 bug 用的。装备吞噬一下吧。然后我想一下，今天打了一次这个神域副本，就是在领主里面有个神域禁地，这个因为哇，370级的 boss 刷新了，一会儿打完这个暗器我去打一下这个副本吧。
就和小香打完两次的这个暗器副本，然后我就去打一下这个神秘境地的这个 boss， 希望不要被别人发现。哇，小香又在发呆，没有图文无法进入下一层，搞笑呢。这里要说一下，这个 boss 他十秒钟会复活，所以要走位，要把这边的打残血一下。呀，操作不来啊！哇，十秒内能打死他吗？如果打不死他的话，另外一个会复活的，这就是三百级的一个地方，比较恐怖的地方。哎，死了，但是这个又复活了，我操，这个太不巧了。然后那个人应该又要复活了，然后我在这边打，大哥打他呀，时间应该还够。刚才这个选中目标没有选中他，这是。有一个小问题，十秒内能杀死他吗 ？OK， 杀死了，无影针装备一个，然后二阶暗器宝箱开一下，再开一个这个副本吧，赶快再开副本。我这神域境地还等着我去拿那个天罡石呢。好的，这个无影针是 SS， 哇，在装备上加了13000，可以的呀。然后最后这个第五层注意一下，我现在会打了。你看，这里我选中他了，他的身上怪物的身上有一个红色的东西，然后我再选中左边这个，把两边都打一个半血。OK， 配合的挺完美的，哇，无影针。又是一个 SS， 但它评分稍微高一点点，加了1000。好的，退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不管小江了，赶快去打神域境地。这里有9个人，370的 boss， 第二次需要消耗2个通行证，370的 boss 等着我来。来，我和大家说一下，370的 boss 就是隐藏 boss 可能在哪，一个是在这儿，然后一个是在这儿，这三个地方。我们现在这里看一下，哎，这里没有。赶快来这！哇，被柔情灌醉，不好意思了，大哥，怎么杀不了人？被柔情灌醉，杀呀！这个被柔情灌醉被我杀死了，呀！可惜了，那我们就只能去打400级 boss 了，有点烦。这个如果不打那个暗器的话，应该会好很多，因为它比的是谁的伤害输出伤害最高，归属就是谁的。好的，400级 boss 打完了，然后360级也被人干掉了，现在赶快去380看一下。哇哦，突然发现我们这个龙挺漂亮的，看到没？这个龙挺漂亮的。OK， 我们没有打他们，我的输出比他们高，所以我自动获得了他的这个归属。这里的话我不想等了，55的。这个瘴气的话，其实最好是打到90，收集到90，然后再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个寒冰主宰，有个寒冰主宰刷新了，我们去瞅瞅。290级的寒冰主宰也很好的。那肯定是在这儿了，哇，这个290级的还没有被杀死。哎，他还有90的血，那这样的话归属应该是我的，没有错。哇，可惜他刚好30的瘴气值，打完他我刚好满100，这样太不划算了。
好的，我看到他给了很多的地煞，天罡给了一个，给了一个还是两个 ？OK， 然后我们这个瘴气值最后98可以直接退出了，什么都干不了啊。OK， 然后我们去打下个人的暗器副本啊，可以打这个暗器副本，最高是得到 SSS。哎，稍等一下，我300级的话我可以扫荡了。哦，对了。300级开始特别爽，就是打个人副本可以扫荡的，我们先打一次然后就可以扫荡了。哇，突然看了一下，咱们是花魁哦，咱们现在有7500的鲜花，其实要多找人送一送这个鲜花。然后这里我们试着扫荡一下，有97个扫荡卷轴，可以的。OK， 这两次副本次数就没有了。然后暗器我们精炼一下，首先在这可以分解一下，把这些都不要的分解一下，获得了50000的这个玄铁臂力，然后有10个精炼护符，感觉可以升到50级了。好，失败一次，又失败一次。哦，50级了，很棒。哦，刚才忘记勾选精炼护符了，结果还成功了。刚才突破之后，它好像自动取消勾选了。哇，这几次成功几率可以啊！我还有58000的玄铁，但是精炼水晶没有了，挺好的。我升到了55级，然后复灵，这里升一下。这个灵玉是哪里给的？其实我还不是很清楚。OK， 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钻石就只有1500的钻了，绑钻24000，吞噬一下，之后去打一下这个副本，神部副本，首先去打一下。好的，三星打过副本。OK， 星级奖励我们就拿到了。然后副本扫荡，今天打不了这里的320级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全都扫荡了。今天就扫荡这个孤月女神。稍等一下，咱这个昨天这个是不是差一点？绝煞追影差一点点，我记得是差一点点。我看一下我们的神仆。哦，差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可以兑换，我记得这个可以兑换的。这样吧，这个神仆我们扫荡一次。然后剩下的是扫荡这个孤月女神，他们就是一个是岁月不一样，一个是这个经验差一点。孤月女神来50的宝钻，再来100的宝钻，100的宝钻，150的宝钻，150的宝钻，最后一次 OK 可以去升级了。然后守护圣灵，守护圣灵地狱难度可以扫荡吗？副本未通关无法扫荡，我们要打通过一次就可以扫荡了，先打一次。打的时候，我们顺便给我们的这个神仆升下级。哎，差一丢丢，买两个。好的，他升到5阶了。5阶的话就有这个特效，就是目标伤害降低10%，这个打 BOSS 非常有用。我觉得现在我甚至能去打450级的 BOSS 了。哇塞！然后这里，哇，通关神仆副本第三章后可激活。但是我们孤月女神碎片还差一些，还不够。这个孤月女神碎片可以去买吗？精灵的话进阶一次。然后图鉴看一下，图鉴是暗夜猎手2星，暗夜猎手升了2星，不对，这是分解，有时候可以分解。然后暗夜猎手可以升级吗？不可以升级。传奇领主这里升一个星，加888，加的好少啊。之后装备收集。装备收集，哇，这个7绝2星满足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9阶的装备了，然后9遇2星满足了，加2000的防御，哇，30000，然后9遇4星加4000的破甲，哇，加50000，哇，这好爽，我们就这几个，贼牛，我告诉你。
到时候我们再搞九域三星，哇塞，然后神功升级，升一下两下，41级了，然后每日必做，这个活跃度宝箱拿到了 ，OK， 这个副本打完，我们扫荡一下，来，扫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他给32个庆劫丹和24个晶石，应该是还凑合吧，然后再打一下深海宝库，把这个次数买完，然后打一下困难难度。他这个给洗炼石的还挺好，洗炼石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下，洗炼，今天应该又开孔了吧？调洗炼属性，哎，这个开一下这个孔，我们感觉要充钱了呀，这个钻石快不够了，我想洗炼一个红色出来，暴击加3.56%，我觉得这个还凑合，然后今天还洗炼了，就之前还洗炼了一下，洗炼出了一个什么，记不得了。感觉还行，然后这个洗炼石又有一些洗炼石了，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洗炼石用了吧，我们都解锁了300级了，然后这里就扫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扫荡完成，然后我们这里好吵啊，我们去打一下竞技场吧。竞技场第一名518万，哇，他518万了吗？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加这个，哎，他没有，他是490万，我们是500万，哎，那可以揍他，可以揍他。来来来，竞技场，鼓舞一下，600万，来打一下。这给15亿的经验其实不够看的。我们来这儿挑战。哦，这里可以合并次数，我们买最大，然后减两次，然后合并次数挑战，给了301亿 ，OK， 最后。多买两架作为备用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应该找一个地方，找一个300级的幻天魔都，去这个地方挂机，这个地方挂机就对了。但其实我现在挂什么机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应该挂机的，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应该去打 boss 才对。我先找一个地方挂只机，然后再升下棋，神功升级，哇，又可以升两下，马上44了快，去两个离线挂机卡，升一个，然后每日送花可以去送一下给小江，来送花送花，99玫瑰，送一个，然后找找啊，有没有认识的人，认识的关系好的人，这个送了我挺多的，我们送他99玫瑰，应该就 OK 了吧，再送小江一个玫瑰吧，9朵玫瑰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增加，别的就不增加了。邮件看一下，市长出手成功，吸血仙符卖了15块钱，领取一下回稳。哎，小枪又给我送玫瑰了啊，很好。然后我看一下别的，七双，进阶一下，多养一下。锻造的话，3000万的金币，其实我感觉可以升一下的，把这个花掉2700。哎，不对，啊，可以花的，因为我想明天会花，明天会需要4000万。的金币啊，明天需要去修复帆船，需要4000万的金币，其实少花一点，留个2000万吧。好的，留了1000万，把这个升到了100级。接下来海战的这个材料其实也要去收集一下的。哎，我们去收集一下这个，这个已经收集了38个了，那么巧。哦，等一下，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做。然后魔君羽领取一下，给了8000的符文精华，10万的金币。然后暗器精炼40级，石雕紫色属性，完成3转的转职，炸礼盒给了6个地煞石，孤月女神差一点，炼体神功50级差一点，然后300级的这个主线任务还没有做，然后与高手约战还没有做，我们先和高手约战吧。高手约战，他给一些天罡地煞石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这个游戏接下来就是天罡地煞为主。好，这里有些金币我看到了，这里给了一些天罡和地煞，地煞礼盒给了6个地煞，天罡给了6个天罡，不错哦。然后做一下主线任务吧，弑神的话下一个弑神是320级，然后这个支线任务做不了，七绝套装设计不了，然后周盟任务先不做，我们先把主线任务做了。然后暗器看一下，又给精炼了吗？又给精炼了，
来精炼一下，56级，哇，给力！然后神功升级，又可以升一44了，马上45，他就给这个太玄令。然后赏金任务没有做，精灵场差一点，围剿海盗做不了，个人领主今天三次还没有打，哦，今天可以打了，这是350级的 boss， 所以就可以打了。哇，350级的 boss 挺好的。好的，主线任务做完了，我们再做一下赏金任务吧。我在这里做一次抽奖，给了一个探寻令，还凑合。好的，我们升级了，升到了303级，超过了99.8的玩家。因为有两个玩家，因为我们这个服差不多有1000人，有两个玩家，他刚好比我等级高。刚才看了一下，一个人是舒白，他已经比我先到303级，另外是苏人，这两个咱们应该很快都会超过他们。好的，最后一个抽金币的一个环节啊，咱们这个玩法已经玩过几次了。我觉得以后其实不一定有必要去录制这一部分的环节。嘿，啊！我的天哪，最菜一次，75%，给了370万，少了130万的金币，有点丢人。然后今天天罡石，他卖我就要，龙出来了吗？哇，他说卧槽，战力怎么这么快呢？不行，我要整一整。他问龙出来没有，我说还没有。OK， 有人申请好友，申请就加一下吧。然后今天就，今天下午就暂时先到这里。咱们今天晚上有正邪大战，正邪大战的时候，到时候再去比拼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拿下这个第一。然后其他的，我看8点钟9层妖塔，我觉得这次我一定要拿第一了吧。然后最主要是咱们8点半的这个战盟争霸，因为战盟争霸是，我们赢了的话能当本副主宰的，给的奖励也很丰富。所以我觉得待会儿看一下这个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他们服比我们更厉害一些。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盟里面，我们盟现在有29个人，怎么人数越来越少，被挖走了吗？然后副盟主可能不得人心，被荣心冠罪，这个小江不会被踢了，所以给他一个精英吧，任命他为精英，然后把被荣心冠罪任命为副盟主。然后七月的雨300万以上的任命为副盟主，妄图改变未来，先给他一个长老吧。被柔情灌醉，还有一个七月的雨任命为副盟主。 OK， 挺好的，剩下的长老职位也没有了，差不多，我感觉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这个战盟资金好像就比较少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战盟资金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围剿海盗做不了，和平光动可以去做一下，个人领主还没有打，和平光动我进去收集一下吧，时间还有一点点。铁矿、铜矿，随便收集一个铜矿吧，然后就完成了。这个先离开，日常还有一个个人领主打两次吧。舒白说这个独岛的时候咱们齐心点攻守同盟，我说好，到时候独岛的话就是会打其他服的，就比如打14-2、14-3这样子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去14-1，因为14-1比后面的都要先开，到时候我们就会获得更大的优势。这里领奖升级一下，我们这个装备现在就很难升级了，装备合成还能合成，只能合成8阶的了。
九阶不行，八阶我不稀罕，八阶装备到时候八阶两星的装备我都卖了。 OK， 然后接下来其实白天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会打这400级的这几个 BOSS， 390到430这几个 BOSS， 现在我觉得我打450的 BOSS 应该是无伤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最主要是由于我这个神仆它可以额外减低它 10% 的输出，因为今天升到了五阶了，那个绝叉追影。 OK， 天罡，天罡石还有吗？又有一个天罡石头盔地煞。 OK， 反正这个宝贝也没有看全，给的东西应该还是挺好的。再打一次桂领主吧。苍月岛是什么时候可以进去？350级开启。再打一次桂领主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市场，市场的这个套装石有没有便宜的，19块17块。这个地煞不值钱，不值那么多，天罡还更值钱一些。天罡如果有15的话我肯定就下手了，可惜现在就只有一个18的，那就先等等。然后我们上架的东西七绝仙珠180块钱，吆喝一下，感觉快卖不出去了都。因为七绝仙珠它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，它只是让你装备内栏不空，看起来不那么空而已。然后这160万的金币使用一下，别的好像就没什么东西了呀。这最多就有一个这个洗天石，今天12点钟之前好像还得要再去充一点钱，因为我明天12点钟之后的这个活动不知道是什么，到时候我去看一下，也许12点过了就得要立刻像是云购一样去抢呢，说不定，到时候去看一看吧。好的，地煞天罡，天罡，地煞，天罡，地煞，地煞，地煞，三个天罡，五个地煞，这样算下来，其实一次就是用一个券其实划算的，用两个券其实还凑合，就是用两个那个令牌还凑合，然后马上参加这个婚礼，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大升级一下器重就 OK 了。然后和大家这里说一下，咱们打这个万魔塔的话咱们下来自己打吧，因为这个万魔塔其实没有什么看点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参加一下这个宴会，然后继续去剪我的视频。好的，谢谢各位收看，今天下午到这儿，我们7点半再见，拜拜。